然后三二一，生日快乐！亲爱的 Oli， 恭喜你一岁喽！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在妈妈肚子里的260天里，每天都期待你的到来。倒数第二次产检就被医生宣告准备生产，上一秒还开心吃着香蕉，下一秒马上阵痛。17个小时待产后努力的挤，不到5分钟后欧丽就登陆地球了。生产真的就像下地被卡车碾过，好可爱。虽然很痛，但听到你平安健康，一切都很值得。很神奇的是，原本哭哭的你被妈妈抱着居然就不哭了。看着你觉得好满足，护理师姐姐也在产房帮我们拍了第一张全家福。过了几天来到月子中心，是妈妈的天堂。在这里吃饱睡，睡饱吃的你竟然也有双下巴。没抱过小 baby 的爸爸第一次抱着小欧丽，从此我们手机里满满都是欧丽的照片。出生不到10天的小欧丽很称职的当起了爸爸的小 model。在月中吃好住好，还有专人洗澡按摩，连爸爸都觉得羡慕。把你抱在手中的每一刻都觉得好不可思议，也觉得真是太神奇了。杰克爽爽在月中待了一阵之后回到家，开启了爸爸妈妈睡不饱的模式。好快的，小欧丽一个月了，外公外婆特地来帮欧丽庆祝，也跟阿宙第一次见面。姑姑姑爹也给了欧丽大大大红包，满满家人对欧丽的爱与祝福。第一次打预防针的模样，妈妈比欧丽还要紧张害怕。欧丽两个月咯，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睡觉，但开始有了比较多的互动了。小肥肉，欧丽也学会了踢踢踢踢踢，每天都在为了这袋努力的喝水。为了让欧丽喝饱饱，二三二，是你，开启了妈妈的乳牛人生。从此，那些感动都是妈妈的赞美。有没有爱妈妈？爱不爱？爱不爱？爱哦，欧丽三个月咯，开始有表情的变化，能跟爸爸妈妈一起玩 snow。 之后每个人都会一直问欧丽爱不爱爸爸，爱不爱爸爸，有时候爸爸太无聊，欧丽还要配合陪玩，试用各种 snow 的特效，娱乐爸爸也娱乐大家。亲爱的小欧丽，希望你一直都这么的开心，也要记得提醒大家，妈妈很凶，不要摸你。7月21号，欧丽有了小表弟浩浩，紧接着欧丽出生100天日子，准备收闲的四个月欧丽，妈妈为了小欧丽定制了黑灰白风格的饼干。手暖手打打，欧丽打机叫妈妈爸爸。手暖手里里，欧丽大家各代理。我叫你，我叫好了。手暖手里里，欧丽健康吃大米。做大官，做大官，随时流血来了。哇！好暖，羞答答，我哩，阿盖考试都好怕。
暖手里里，互你万事拢有。有这侪小弟。Oli 五个月咯，开始与父子气咬咬喉当朋友，也学会了趴着抬头，还过了人生的第一次中秋节，参加人生中的第一场婚礼。谢谢秀荣干妈婚礼当天对小 Oli 的照顾，小 Oli 成了爸爸妈妈婚礼中的焦点，大家都为小 Oli 疯狂与尖叫，但小 Oli 只为妈妈疯狂而尖叫。五个月的小欧里解锁了翻身的技能，还偷偷的学会了笔页，超可爱的啦！开启了副食品之路，每天都在尝试新菜色，也学会了如何笑出声音。这么开心哦！每天睁开眼，小欧里都有不同心情的事疗愈妈妈。欧里六个月咯，在 Michelle 老师帮助下能短暂的自己坐着，当然不免俗还是要娱乐爸爸，陪玩试用开发新的 APP。以及接受爸爸军事化的训练。然后2019年10月30号凌晨就突然开窍了，学会如何爬爬爬。运动过度的小欧里累到马上睡着，日夜的魔鬼训练越爬越熟练，爬爬不再是难事。谢谢爸爸每天在我们一起上班下班，一起在电梯里打哈欠不想去上课。欧里七个月咯，爸爸带小欧里去看未来奶奶的制造者，也学会了吐口水和吃不停的食物。可以吗？对于手指抓取物品也更有。哇，没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糖粉饭。哎呀，中了！好，买。洗澡也不再像是以前一样乖乖的坐着，还偷偷冒了两颗小牙齿呢。欧力八个月喽，天都在看书。还偷偷学了雷洪的恰恰功，以及如何摇起来。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圣诞节，竟然会自己鼓掌了呢。欧力九个月咯，开始黏贴贴，无时无刻都要妈妈抱抱，连妈妈大便也要跟。逮到机会就想爬到妈妈的身上，也开始爱捣乱，惹妈妈生气气。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农历年，每天都有好多的红包可以拿哦。因为有钱就是任性嘛。这个月的小欧里也跟着爸爸妈妈到处去旅行，还在车上驾驶看了人生中第一次的灯节，还有拍了第一次的团照。欧里十个月咯，跟着一起开工拜拜领红包，第一次近距离的看鞭炮爆炸，吓得不要不要的惊讶小欧里。偶尔在家里跟妈妈玩躲猫猫。拜拜。当妈妈新开张的味法郎小客人。欧力11个月咯，每天都要花更多的时间陪玩与互动，还有练习搭乘特斯拉，探索克服新事物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在的欧里超厉害的，能在草皮上爬爬爬。
让大家都害羞害羞。现在的欧里还有八颗小牙齿，能够啃各种的食物，啃掉防撞垫更是一片蛋糕。谢谢亲爱的你，你们一起参与了欧里的人生，有你，你们的欧里真是世界上最最最幸福的小孩了。